先生，你家己的感觉是安怎？我就吼，哪好真疼啊！早起起来吼，迄鼻水拢有血丝的。阁是一个不幸中伤咽喉癌的人。是安怎台湾人中伤咽喉癌比例会这么悬？可是讲，我会当将中伤咽喉癌主要原因找出来，那呢，我就会当让阁较侪人伫代志还袂发生之前，提早来预防。 前两天我无意中发现这里有好多鼻咽癌的病一样本，我觉得很好奇，怎么会有人愿意把心血投注在这么冷门的研究？当时问了洪医生才知道，这些病理现在都是你采集的。鼻咽癌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机会比外国人更加悬，啊是要甲叶教授共同发表一篇鼻咽癌组织病理学。 研究啦，你讲遐专业，我听无啦，无啥啥。啊，你就是讲吼，啊，足恶劣咱姚总的是无？哈哈，够够的呢。这到底是什么款的病啊？这么残忍，袂输外包胃人的身躯顶款来进行分尸，一干是一支手，下干是一支脚，无分年岁，查甫也是查某的，拢真有可能得了这款的病。难道？ 是跟他们喝的水有关系。原来他们都是慢性砷中毒。因为深井水本来就含有很多的矿物质，而且那里前井水也常含有年份不能喝，也只能打深井了。这实在不幸了，只是因为喝到不应该喝的水，就这样断送他们宝贵的生命。张医师，什么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詹文斌詹教授，是我内科上优秀医师。 曾妈妈以前先哦是代代富裕长，安尼对师傅建议哦，政府帮助呢。师傅伊即马想要伫咧华联去一间病院。去病院？听讲你嘛是在华联主治师傅对哇？啊，是啦，我要甲师傅食过饭啦。即马师傅哦，就是即块地哦，比原本迄个土地啊，真正好足济。毋那是交通方便啦，地点弹性，这去病院条件哦，搁较理想。 我相信哦，这将来啊，对病院开了了哦，影响这基础，拍落搁较在。对了，杜教授，那恁是咪每一个医生拢找着啊？暂时哦，是拄着一挂困难啦，这一般要去支援的医生哦，是亿万无关啦。这都我想着哦，是咪应该换另外一种方式呢？杜教授，已经查报告已经出来啊，细挂干，只有3个月时间。 我不拜的要求，我刚诚心祈求菩萨，会当给我5年的时间，好法会当护持师父完成建立的宏愿。杜教授，哎，陈太，我注意哦，叫我向你报道啦。向我报道嘛？是啊，教授你唔是找医生，要去华人组织病院支援？歹势咧，也阁唔知影你的大名咧。杜教授。 我自我介绍，我叫陈英和。我即马伫咧病院护理站哦，你敲电话啦。你哦，无先转来厝哩，就先走去病院。我是已经转到厝啊。乌白讲，我无看到你啊。啊，你毋是讲病院就是咱的厝啊？林江叔，若过来看我的时阵。 甘愿意，甲我做伙过医术啊！当然嘛好啊！你就是院长哦，安尼上好啊！你甲大家解释一下啊！我知影各位乡亲，拢捌捐钱来去过病院，我伫遮感谢大家。病院一定爱独立来运作，袂当去管出来的钱啊！我也是不服啦！医院病院宣传讲免费啊，阮毋是看病毋免钱啦。 阮是哦，大姨无收保证金啦。曾妈妈，啊，你袂感觉人足奇怪？迄明明都要行到性命的尾啊，啊，佮坚持要举行迄白条街脑的婚礼，啊，毋是介矛盾？免哪会，今日这个女主角，伊是遮的朋友啦。 伊今年48岁，啊，伊甲新郎两个人哦，已经算是第二届结婚。因本来就按算要结婚啊，不过伊无想讲，因为破病
就去影响因的决定。所以讲，就算讲走到生命上尾啊一天，嘛要牵手做伙走落去。陈教授，你无简单呢，到即马哦，都坚守你的工课。哇，一切等济啦。啊，这是啥？这就是主治病院已经通过准医学中心的评价。我即马等着这哦，我等于退休啊啦。翠梅，感谢这一路上拢有你伫咧陪伴我。感谢有你，我的人生才会当过了这么快乐，这么好。